是三国策五胜争霸的代言人牛五胜少廷。那今天呢，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玩家朋友们几个非常好康的消息哦，因为三国策五胜争霸我们全新改版了。如果你想要成为我们伺服器里面唯一一个拥有五胜这个称号的人吗？如果想的话，就请一定要加入我们全新推出的五胜的竞技榜。如果你想要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这个游戏，请一定要上我们的官网看里面详细的资料。那么同时呢，如果你想要成为可以统一各个州、成为统一天下的那个帝王的话呢，我们有开放全新的皇帝系统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好好支持我们全新推出的改版内容。那么当然我也知道喽，我们现在的秋猎杯、秋猎卧龙杯一直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PK 当中呢，玩家朋友们好好的加油。可是少廷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昨天是7月4号，我相信呢已经有朋友去接我们的少廷任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呢在昨天7月4号我们开放公测的时候，少廷任务也开放给大家可以去解了。那解完少廷任务之后，可以得到少廷宝物，同时也可以发现少廷本人就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解任务玩游戏。所以呢，如果在游戏里面看到我，不用怀疑，那个人真的就是我，好不好？可以大声的跟我打招呼。那就各位玩家朋友们，我们游戏见喽！